你其实可以，你可以让它更那个更简单呢、啊。其实它有那个叫规则，你其实可以把这些规则。定时任务我没有，线宽，如果发车可以去，那我们就开啊，反正没有差。我不想让那个飞走了，强化不用。我不想让车子飞走，这样一定都可以拿到三颗星。哪一个？我不要，我要很久。啊，它会亮蓝色，代表它应该会从这边回来。我就停在这里，你仔细看，有没有？叮叮，它是黄色在亮。刚刚他停车的时候，你仔细看他这个人停车，他会黄色，就代表他等下会从黄色出来。北七哦，这路人。大家仔细看得出来他们要去哪？黄色就开到左边，黄色。走开！你怎么直接停了？这是我开。你看这边有车要还。13给我，14号。听你借过。哇！看我一定很精彩，你被撞，操！智障到不行。